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据威尼托逊市报的消息，阿仙奴将会同祖云达斯争夺乌迪尼斯右后卫拿侯尔摩连拿。拿侯尔摩连拿在本赛季取得巨大的进步，各项赛事32场比赛为球队打进7球，并送出一次的助攻。此外，他已经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参加了15场比赛，并随队在去年夏天夺得美洲杯冠军。目前乌迪尼斯的要价为2500万至3000万欧元，而且仍然继续提升，但枪手相比于祖云达斯有额外的优势。阿仙奴后卫帕保鲁马里目前租借效力于乌迪尼斯，枪手或许会将他作为球购拿侯尔摩连拿转会的一部分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啦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给 like 和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给你的朋友仔看。那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